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看过了马来西亚卖榴莲，泰国人卖榴莲，越南人卖榴莲，今天我们来放一下中国人怎样卖榴莲。还没有买，但是今天我就准备拖出去搞个偷袭。我就不相信这个鱼会24个小时盯着我们，只要趁这个鱼不注意的时候，嗖的一下就把水果卖了。我提醒你啊，这个鱼昨天到今天已经盯着你40来个小时了，不念24个小时。从现在开始算啊！加油，出发，走！榴莲，榴莲，榴莲，好得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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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没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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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是传说中的极闻一下，好好跟着我学。他多钱呢？20枚金啊！这是金针头，正宗的金针头，正极的。你看你瞧起哪个嘛，真的我都还都开口了，都不错。这个来上天7斤1两，184块6，兄弟，是182了。我们快去啊，马上就快去，拿这个就快去。如果开出来有问题拿过来把退换的哈。好，慢走，加油。这个不错了，刚才刚测的最小的这个。你是最鲜的就是这个我试试。而且这个肉肯定也，但是这个个性不是都不是特别好了，现在你看已经看到肉了，真的。注意哈，不行。这个72块2，70块钱。今天我们这个偷袭是搞得非常成功的。来到这里没摆了好久，来雨就停了，伞带过来都没用。伞都摆着嘞。快点，榴莲、芒果、西瓜、哈密瓜，芒果5块钱，再不买就没得了。你看我这鸡纹一下得头不嘛？这次我的芒果出了小丝丝状况啊，因为拿得少，我就没有像之前那么全部把撑开来放。你看，好多都长起这种黑点了，这些就只能拿回去了。对，小的好的吗？你要马上吃的吗？也放了，马上吃那个。这个果线还不错，熟没熟？还没熟哎，绝对熟了，让我跟他扒皮。那你就这个撑住，我马上给他打开看，你不相信？反正是你真亏了，也是你的。这个3斤3.2，80多块3，手把师傅，外面你可以看数字，这里。我们打开看啊。这个榴莲是没开口的，我现在打开看，我都要熟了。要嚼，要嚼，要嚼。看到没有，都硬了嘛。熟的榴莲，你只要轻轻的一咬就开了。我安逸很。好，要30块，慢走。这个应该也熟了。要哪个嘛？我就要3个吧。要的。直接给打开了，不熟我就吃不成噻。不熟直接就把退换了，再连开一个嘛。我最喜欢跟人砍榴莲，又不用付钱，开几个过瘾，就算都不吃嘛，闻两口也是好的嘛。哎呦，这都是那个老板哦，赶紧快吃好嘛，你老板胃结石嘛，堵得很的嘛。榴莲没拿喂过，榴莲我没拿喂过。哎呦，怪了，这回可能没熟了。那家人没拿牙吃吗？榴莲现场尝一下，看味道怎样？没熟，没熟就快换换，我用我换，就不要尝，就不要尝了。你不用你老板，你都说生的，绝对是生的。换榴莲就是生不哈？没，这是正常的，这个是熟的，你们看哪个吃得起？带边的不要紧哈，带边的是有点坏了的哈，全部掉。不能捡，袋子都在这哈，大家有时带满了就找中间啊，带满了找中间来。中间。榴莲不了，这苏打的都不了喂，照顾得好，照顾得好嘛。有啥需求及时响应。我就说嘛，再恶劣的天气都阻挡不了我们发财。今天出来随随便便一搞，1800多个大洋，又进包包了，马上就回本了。这车水果，唯一遗憾的就是芒果剩下的香香，唯二遗憾呢就是这两个榴莲，打开的时候都熟了。我开会是严肃的，两个榴莲都是生的，但是根本不要慌，不管是通过煎蒸炸煮任何一种烹饪方法，我一定会把这两个榴莲蒸熟。不行就上高压锅，高压锅不行，还不好炸。但是不得不提哈，这几天您的表现很棒，在这里加油，服务意识要加强微笑服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，朋友们，拜拜。